日前，国内第一档生活类日播栏目《天娜女人》在京举行上线发布会，栏目出品人杨澜一上台就直呼：“在这个节目当中，尺度都是非常大的，天哪！”杨澜直言，这些年干电视深受尺度之苦，他也表示更加享受做网络节目的过程，非常轻松愉悦。而对于网上频繁被转发的杨澜给女孩子的14条忠告，杨澜当天否认称：“我从来没有给过任何忠告。”对对对，那里边真的，我看50%以上是别人以我的名义编纂的，包括有好多故事我都哭笑不得。现场杨澜还给出了婚姻的保鲜秘籍，就是要让彼此都有机会做更好的自己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